今天呢，我们再去蹭个饭。有个小伙伴请客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他要带我们去哪儿。据说呢，这个饭店还挺豪华，人应该不少。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吃饭不喝酒，就说我开车。我好像好久不喝酒了吧，在减肥。现在是下午7点整，就这儿了。我会魔法。Hello。大家看这个酒，哦，在这里，耶，这里，你们信不信我能开开啤酒？用手，还用筷子，现在已经过时了，知道吧？正经的啤酒，看看啊，哎呦呦呦，Come on。这个去接小恩恩，小恩去姥姥家了。我现在是中途退场，吃饱了，他们还在喝酒。小恩恩，恩恩，我们回家了啊！回家了啊！